这事儿，我得问一问小静的意见。 你好，我是苏妍。你好，这边请。这边请。洪总，洪总在里面。苏妍小姐到了。 洪总你好，我是苏妍。坐。苏妍，瑞士回来的高材生，博士期间就写了不少论文，猎头公司对你的评价很高啊。过奖了。这是我的中文简历。你在平都待过？嗯。我想起来了。 谢谢都不说的。我看您公司是做游戏的，为什么要招软件研发负责人呢？我们创开是一家游戏公司，我们生产的游戏机街机和学习机在市场份额上在全国都是第一的。我们推出的掌中宝系列也是开创了国内的先河，但是现在游戏产业的发展，我必须得两条腿走路，一条。 就是做单体游戏机，这是我们的优势。那另一条就是做电脑游戏，电脑是未来，我必须得储备力量。可是我不会做游戏。哼，我不是让你做游戏。说实话吧，人家国外的游戏比我们的先进多了，所以我只需要从国外把游戏买回来，然后翻译成中文，让中国人能看得懂，玩起来没有障碍。所以。 我需要像你这样的技术人才。可是我也不是个翻译，洪总，我觉得算了吧，可能我不太合适。你是觉得屈才了？让你这样一个顶尖的 IT 专业博士来做游戏？
游戏目前是我的主业，但不是我的目标。我要靠游戏壮大发展之后，我一定会进军 IT 界的其他领域。如果你能来的话，我不仅给你业内的最高待遇，我还给你绝对的自由。技术研发方面，方向你自己定，我不过问。我只要求在技术上给创开闯出新路，怎么样？洪总，有事吗？咱们市场呢？ 反馈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，现在这款掌中宝三代已经可以推出市场了。问题虽然是解决了，但这一代产品的成本比之前的要高出太多，一旦进入到生产阶段，就没有回头路了。唉，成本高，利润也高啊！我相信咱们这款产品只要推出市场，一定能大火大卖。洪总，您还有工作要聊，那我就先走了。 素颜，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。你能来还是不能来？如果能来的话，明天就来上班；如果是不能来的话，我希望你现在就给我一个准话。